哎妈，他干啥呢？你要吃几个？啥？一个整包子啊？嗯。能吃一二三四啊？能吃十个。我呀，我吃不了。来五六个，六个吧。我再往锅里整吧。那干啥呢？水烧呢？我愿意煎，煎还得找平底锅。但是煎可香啊。嗯，那确实是。煎包。煎点儿，整点儿。不行了，今天整点得了，太晚了。一会儿我看看啊，我去浇浇头发得，浇头发。去吧。嗯。哎妈呀！没割舌头，直接给它整起来呢。我得给它正过来。还是包子是不用解冻的吗？不用解冻，直接整。直接去蒸啊！水烧开了之后，完了不用解冻，上锅蒸。那煎呢？煎也不用解冻，放油直接煎。啊，就跟那馅饼似的，是吧？对。这玩意儿是省事儿。这玩意儿就是你外边常吃的那个什么猪肉肠。行了行了，这够了。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，这可比小笼包大多了。整点包子，还整点啥呢？粥。粥，整点咸的，完事。嗯。粥我看整干巴了。热不热？一会儿添点热水啊。整干巴了干啥的？嗯。整干巴了之后，添点水就好了。整干巴，添点水，不就正好吗？是吧？嗯。那干，有点像干饭。添点热水正好好。是吧？嗯、烧了一会儿就。添点热水刚才就给它扔地，添点小咸菜。干啥咸菜？有啥呀？哎呀，什么有啥？有辣丁。辣丁也行。嗯，还有榨菜。包子快吃老长时间的一包。这还剩这老些呢，这一大碗老多个了、嗯。哎呀，辣椒油！哎呦，辣椒油！那啥，忘秋了。没秋。吃麻油。中午吧，拌个凉菜吃。我都老想吃凉菜了。凉菜啊？嗯。整点呗。我不知道这大哥他来不来呀？今天说妈妈还说今天来的，昨天还说来呢，没看他来呀。来不来也拌凉菜的，整个黄瓜，整点干豆腐，拌个凉菜。嗯，行，那就等吃了呗。嗯，你去。我看大儿子。好了，我招呼你。嗯。咦、哎、呀，你这小炸毛啊！又整那声。喊什么？哎。你这小头发，我真得给你绞了。晚上回来给你绞了啊。咱们别叫小石榴了，叫猕猴桃吧。太磕了，实在太磕了。你看咋给我儿子拍那么黑呀、啊？他本来就这么黑呀、啊。拉倒吧。嗯，跟你玩。别冷啊，别冷。咦，好像勾手指头上了。我看看你今天怎么冷的。必须给我玩，我拿好，你拿着。哎，真棒啊！哎，扔吧。再拿着，给玩。最好你做完啥都没有了。你就只能赶着干坐着，大人，你自己干坐着吧，行吗？吃饭，拜拜拜拜。哎呀呵，这咋整？不带劲。到时间了吗？这么快吗？咋不到呢，爸呢？你应该多整一会儿。闷一分钟。啊，那行，闷一会儿行。嗯，他告诉你闷。你就按那说明来就行，好看不？看，人这玩意整的褶和我捏的褶是有差距。人家机器的还跟你这捏的，弄一样吗？吃。排骨你给热乎上了？啊。那怎么吃啊？哎妈，这排骨热乎咋这么黑呢？昨天吃没这样啊？我一激动那啥放多了，一激动那老抽老抽了，但是没一点没影响口感呢。像炭烧的，你先吃吧。你先吃吧，我先吃。
我这周不愿意吃成这个。胖是吗？嗯。我给你捶捶。整个小蘸料。吃包子你不蘸点醋，咋蘸一个的？我不蘸。啊？我不蘸。啊，你吃不了辣的。我不能吃葱蒜这种刺激的，我这刚打完疫苗。那我也不放这个，你自己吃。不放这个我也不吃。你不爱蘸这玩意儿。嗯，我蘸我也愿意放辣椒油，完了你要说那啥吧，不放吧，还不能吃呢，我不如不蘸了，我就吃点包子，就点咸菜得了，我得吃清淡的。哎呦天哪！哎，哎呀，这还唠啥呀？嘎香了。嗯。醋我这不给你倒多了？不多。酸酸汤汤的哈，妈吃一口。他这个说心里话，就是馅儿感觉小点，我是感觉小点，但是他这个包子，你看本身它也不大，本身它也不大哈。但一般这种包子没有馅儿太大的，它是属于发面小包子。对，它这个面老宣了，嗯，对，嗯，带不带劲？哎呀妈！好香，这个油泼辣的你活喽！嗯，老香了。这什么玩意儿呢？不馋瘾吗？这不属于。我，你就为啥咬一口呗？啊，不咬它不进汁儿，在外面。那肯定的。嗯。他们爸吃香香来的。连蒜，带醋，带辣椒油。一来上，里面还有芝麻，还有那个花生，多少？一口不过。它现在就是小笼包啊。对。这跟你外边买那十多块钱一屉的那玩意儿就一样。是那玩意儿吗？啊，对。他早餐店也不是自己包的，嗯，他也是进的这个货。不一样。嗯。现在早餐店卖的都是这包子，对，因为包子这玩意儿机器生产方便快呀，一挤一个馅儿啥的跟面都分一起嘛，一挤一个，人工你包啥时候？嗯，因为早餐店死忙了。他现在一般卖都是速成的。嗯。哎呀妈，快吃吧，真馋瘾。整的我不能吃辣的，也想整一口。等我儿子七天，不对，等我儿子是等我七天以后，我就能吃了。嗯，快吃快吃，吃。哎，这家伙翻什么玩意儿？拿东西给我脱衣服。拿东西，等一会儿我进去再拿。怎么拎两个小企鹅干啥呀？就给那我大叔子买的玩具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这个是他奶奶，这个是他奶奶从北极拿回来的。在南极，在北极旅游。哎呀，大叔没睡觉啊？没事，他都差不多。啊，大孙子。什么大孙子？没睡觉啊？哪像我大孙子？这家伙这是送多少天门呢？你说这家伙？大孙子激动的都有点忘我了，看着亲的这都。他能把奶奶忘了？认不认识奶奶吗？大孙子。想奶奶没？你上这来干啥了？就拎俩企鹅来了，给你看，给你大孙送企鹅了。不是我想孙子来看看来，完买玩具烧着了，又给人家买那些不是买那些东西，咱家不过年买的吗？啊，完了买啥呀？串门子也串门也，搁家那闹稀呢，我先给你拿来给你们吃呢，拿楼上。你拿楼上，我楼上都没地方搁，冰箱里塞满满当当的，我往哪放啊？你就搁农村呗。你就搁农村你们吃呗，吃完我大哥俺们啥时候回去就赶上就吃了呗，要不一回去还得往现买花钱。现买？那你等一天也不回去，我先叫你们先看你天天回去才好呢。我看今天刚放假回来，今天刚休息，我还我哪有功夫回去？哪有功夫回去？那没功夫回去，我这不来了吗？给你送来了吗？嗯。哎呀，你都说我这说来看孙子，这你奶也要跟着，你也要跟着，不是你爸要跟着。你吓我一跳，我爷我要跟着你，你得赶紧。我说的，我去看孙子，我怪想的，他俩跟着。你怎么还告我爷了呢？我说他俩咱不归经的，你这家伙还阵阵不落。我去看代替就得了呗，你可真厉害，这你成代表了。嗯呐，我说的，我得去上个市里了。孙子回来了，在他姥姥家，我得去看看去。是吧？嗯，完了，你爸说的，那我也想，我也去看看，我给你搁家待着。
冬天那炕拔凉的，那没屋子死冷的，你搁家烧火得了。你咋不搁家烧火呀？你赖你，你咋不搁家烧火呀？你赖你。不是我搁家烧火，他来干啥？他能干啥呀？他能干啥？就漏了。那看孩子这玩意儿也不还能会干啥呀？就长眼睛、长手就得了呗。他来了，他也就是想孙子看看。一我他能跟我一样吗？我来能帮干活。你能干啥？你能干啥活呀？我看看孙子做做饭、擦擦屋子、洗衣服，这不都行吗？你这焗油怎么焗的？这边咋焗的？那边咋没焗啊？咋焗了？怎么偏不冷呢？偏了吗？一半黄一半黑。就这样，自个抹的。大孙子。哎呀妈呀！哎呀，大孙子上姥姥家嘞，好不好？啊？大孙子。你看你大孙子还挺爱玩那玩意儿。大孙子上姥姥家回来收获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叹出口气说。那意思不咋地。哎呀妈呀！你收了多少钱回来的？告诉我。你看这家，你奶奶找你借俩钱儿。啊，大孙子。你别告诉他啊。大孙子。收入多少钱？你赶紧下楼啊！啊。干啥？我那车里都快满了。我那都搁车。你那个驴排在哪里呢？驴排呀。他要整点猪肉、鱼、虾。哎呀。那我寻思，那搁家你爸俩吃点啥不行？我寻思把好的拿楼上了。完了，你们愿意？那你这都拿完了以后，回去还得现买，折腾啥呀？啊！你看，回去吃不还得现买吗？那买哪去呗？谁花钱呢？我花钱。妈呀！不，你咋的嘛？你这，你这怎么了？是完了，大哥背气了，背怎么的了？昏过去了。嗯。他妈怎么的？受宠若惊啊！不是，那你妈买点肉，那能买起呢？不是，你是能买起，我原来一花生豆你都不买。谁要了？这反差太大了，不是我就寻思你咋，你到底？哎呀妈呀，那花生豆都不买，哪回回去饿着你了？太大了，反正。哎呀妈，哪回回去没有鱼没有肉的？真是。那你这回来是怎么的？怀揣着点什么样的？你爸俩吃不了点，我就寻拿回来，搁你们这做，就你们还愿吃，年轻。完你大哥来，那你啥意思？拿点玩意是来入伙来了？入什么伙？入伙，我就是来看孙子的。啊啊！我寻顺便帮那个。我帮你收拾收拾屋，帮我收拾收拾屋啊！你说那个，这屋有啥收拾的？人看孩子啊，怪累的。哎呀呀，你咋了？怎么的了？你天一说话，一天累的。嗯。一会儿一身脑子疼，一会儿屁股疼，妈烦死！你说这么个人吗？把沙沙夫的躺下，累着了。来，大孙子，来，奶奶看看来，奶奶歇歇，抱抱，抱抱。哎呀妈呀！来，来吧。玩那个玩具呢，买那个买的好不好？找个红笔写着奶奶，好不好？写上那粉的写奶奶，那蓝的紫色写写爷爷。这都代表爷爷来了。哎，太吓人了！你看我给他买的，你看他多愿玩哈。嗯。都不搭理我了，管我儿子。把他认，把那玩意认奶奶了。嗯呐。他以为那是他奶奶。你奶从北极来的啊？哎妈！还炸了个板。他给我走开，可愿玩了。哎呀妈呀！妈，蹦个本儿都成了。老抓是吧？你看他会抓吗？看拿起来没？哎，你看他会抓，他知道抓那个那膀子。你看，嗯，